SHE 陈俊迈入第16年，各自忙工作的三人29日合体现身机场，一起飞往深圳，为31日跨年活动做准备。三人一抵达深圳，就有大批粉丝在机场守候，拿着亲笔信盘能递给偶像。 Selina Ella 一现身，先是开心的向粉丝们打招呼，而 Hebe 则是5秒内快速收信，快很准的将信全部收走，不让任何一位粉丝失望，也被粉丝笑称是专业收信手。而现场似乎因为粉丝太热情，尖叫声过大，有粉丝捕捉到 Hebe 无耳离去的身影，让网友看了直呼别太激动啊。真娱乐整理报道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听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